明太卡在哪头里面啊？是不是要抽掉？应该不用啊，我先去拿千斤顶试看看。来，好爽好爽。车顶还有千斤顶，我哪会不知道？不用的，刚才给段雷公惊到，才做见笑的。等下一定要等一个男人的帅气报回来才会用的。是要哪样啊？真正是一个大少爷，什么拢未晓。你用这试看卖啦。哦。如果危险卖用啊，我打电话叫托电好啊。奇怪，手表袂通嘞。哎呀，应该是车上过偏僻，手表无讯号。我也嘛无呢。那你是安怎？咱拄则来的时阵，有经过一间民宅，把咱行转去接电话。哦。太阳卖滴啊！啊，唔免啦，雨这么大，你抓你家己就好。你莫跟我计较啊，咱紧来走。哎，等下我先啊，车子快。今天开会够顺利。嗯，工程的进度已经交代甲差不多啊，完工的时间卖跟决定。嗯，那你听起来拢处理甲差不多。嗯，等来去做伙食暗顿好无？有一间餐厅，我早就想要带你去食。两间好无？我今仔日想要较早顿。是不是因为在烦恼车祸和解金的问题？我有去找过 Andy 啊，伊亲自答应我，雷哥林哥哥。你也是放心签约买厝，无问题啦。原本我妈讲何姐姐的代志要解决啦，啊，不过看伊还是由头到尾，敢那足侪心思，问伊伊嘛不爱讲，所以我想讲伫个代志解决之前，我还是得陪伊一挂。好啊，食饭的代志哦，恁刚刚约就好啊。番姐，我唔是无要相信你，还是安迪副总。我只是感觉最近的意外真正想过侪啊，若是最后还是无法度解决，我会放弃美丽家园的租给。厝无买着不要紧，一家人平安无代志上重要。买厝有遮侪机会啦，啊，阮家嘛正。姐，我都讲过啊。我知，你歪地歪机，嘛无想要靠阮家。老陈。既然咱介意的是安静迄个人，不是因为伊的身份、背景，还是其他的条件，咱就莫想遐济啊。无法把对方的手牵条条，咱顺其自然，行到倒位，算到倒位，好不？嗯。副总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是安怎啦？我开车要走路啊跑啊！你敢是想要去大方营造找冠杰总监啊？对，我一定要找到冠杰。这件代志我只当跟冠杰讲，我必须提前想，看有啥办法当解决。老婆，我真正可不可以走啊？哎呦，你是跟我讲啊，你安尼用去推哦。副总啊，你想要停落来，你先跟我讲嘛。哪里有上你顶个厝呀？冠杰，多谢你。送女朋友回家找的是提供地图的事情，是要多谢什么啦？多谢你的照顾，多谢你的包容，多谢你对我这么好。其实给男朋友送回家找的，这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头一次，还有这也是
个袂见笑的查某，你常常跟我讲你无妖怪关节，阿妹今晚是在创啥？你就是一个狐狸精绿茶婊！你敢会关节是安怎无在公平正大讲出来？干那会晓假装是单纯的白莲花？你真正都讨厌的！你在创啥啦？关节，我跟你讲，陈小春这个人心机有够重的，伊干那会晓在你的面头前假无辜假可怜，你莫让伊骗去啊！我找伊来走。你甲我听好清楚，冠杰是我的男朋友，我唔准你卡着伊。这世人，我敢来甲小春做伙走？我应该，我不来，我不准你两个做伙。陈小春，你若是唔知嘛甲冠杰分手，我唔来，让你伫个盛发集团垫袂落去，我阁会当让你伫全台湾拢找无头路。啊，阁有恁厝内面的人，我一个一个拢袂放伊煞。你什么时阵帮我刷？开嘴合嘴拢是威胁。你这只俩准拢是公主，全世界敢都会听你的？真正是跟你妈同款一模一样，敢那会晓欺负辛苦人、糟蹋辛苦人，敢那会晓做一挂没记过的代志？我跟伊无同款。我才跟我妈无同款，我敢那跟伊冠杰一个人，我绝对袂我。陈小春，你黑白讲话，我要跟你的钱跳了。小花，你创啥啦？你看冷静好无啦？你安尼做，我嘛无可能分手啊。马德利，你搁在创啥？你死啊！赶紧去把陈小春的钱跳了。我爱伊消息，我爱即马的消息。你做你出来去看麦啊！你想我清楚哦。副总，今仔日就准倒煞啦。你阿婆阿干安尼，而且这些酸雨会害你烂透门，对你的皮肤也无好啊。乖啦，我先带你去做 SPA， 有啥物代志，咱以后再搁讲好不好？你拢无人卡你，我一边。陈小春，拢是厉害的，拢是你。你卖闹啊啦！多谢你介意我，啊！不过我介意的人是小春，我才顶受伊，嘛拍算介意过一世人。你若是无法度接受，要介意凌迟，对做垃圾步，那你就莫怪我，无要讲两家人的交情。你若是敢动小春，我绝对会甲伊毙命。是啦，这两个你交了，你搁给阮礼拜。阮车卡在路边，啊，手机搁无讯号，你搁给阮礼拜。多谢你。阮车真正足偏僻，因哦，紧从身躯切到大，啊，迄大面衫哦，紧换换起来。真正是多谢你。哎，手机有讯号啊，我来靠修车厂。哎，你免卡啦。嘿，阮车这偏僻，啊，搁这暗啊，因袂起来啊。那
啊，那是要安怎？你外口雨落啊大，往只路顶阁有够少的，恁嘛落山吼，真正足危险的啦。我看吼，恁下暗就要住遮啦。哦，明仔起才叫人起来修理就好啊。那呢就叫了了，多谢。我会付你住宿费。迄无紧啦，啊是讲，这问恁是甚物关系？恁敢男女朋友吗？唔是啦，我是伊的员工，伊是我的同事。是啦，同事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因为我客房都敢那一间尔尔。哦，一间就真好啊。哦，好啦，啊无，房间就伫遐啦。哦，啊无代志，我先去困。一间房间，敢真正会用诶？当然会啊！副总，房间互你睏，我睏外口就好啊。哦，原来还阁有这招，周安迪，你到底自作多情偌济届啊？即摆已经下班啊啦，莫伫副总来副总去，阁安迪就好，还阁有啦。你是查囡仔咧？当然是我睏外口啊。我也不是普通的查某囡仔，细汉时阵在公园路边我拢睏过，而且这还有碰见，对我来讲已经真舒适啊。你细汉时阵真正过这么苦？那是以前的代志啊，今嘛我有小春、紫薇，还有碧玉阿姨，我已经有家。好啊啦，咱卖计较啦。今仔日吼，房间是你的，你今日去外耍。来来来来。副总啊，你看啊，今天去换衫啦，等下感冒啊。去啦。哦，我嘛今天换衫啦。你的枕头啊，安尼敢解会开？爱我甲你搞擦干嘛？免啦，我家己会用的。啊，是我来好啦。那呢，就麻烦你啊。安迪，冷静，冷静，别想太多了。你袂到厝啊？外口雨落足大个，刚才我去接你。唔慢。为虾米？你放心啦，我的单我已经走了。唔是啦，我人无伫个公司。那你伫倒啊？不要紧啊，我赶快会再去接你。我出差无伫个台北啦，原本今仔日就会当转去，结果代志无办煞，爱明仔载才会当转去。